我正听这种声音吼，恁爸真厉害。我跟我家人啊都是学钢琴的，而且我爸妈还因为这首歌给我请教了一次。你嘛该拜托的，哪有人去用报纸写音乐去好命呀？其实啊，你刚刚讲的那件事，我自己也有点困难。那就是我们都认识某个看得到却不存在的人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是谁啊？不管你有多努力的尝试，你永远都摸不到那个人。好啦，我知影吼，你来点事。